亡命，太子妻儿即刻入宫。诺，诺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阳泉君米晨。好，我记住你了。大王，公子熙求见。传。诺。公子熙都来了，你还不肯按我的意思办吗？拜见大王王后，熙儿回来了。回来好，好，起来吧。谢道。太子，公子一路辛苦。熙儿此次回来，遇见两个人也要进宫。便把他们带进来了。哦，什么人？回王后，是太子的妻儿。你把他们带来了？此刻正在殿外，我这就叫他们进来。面见大王，不得带剑。这是我的剑。让那孩子带剑进来吧。诺诺。大王，王后想你。太子之子嬴政拜见大王王后。这孩子形貌威武，英气不凡。起来吧。诺。过来。
喜欢剑？喜欢。练过剑术？先生教过。就是当年父王所派跟随儿臣去邯郸的师父申月。王祖父有剑吗？有啊。这是鹿茹剑。你怎知？先生教过我，鹿茹剑乃是秦王之剑，王祖父是秦王，这定是鹿茹剑了。拔出来看看。诺。放肆！正儿休得无礼，快把剑收起来。你还知道什么剑？干将、莫邪、太阿、龙渊、工部、湛卢、巨阙、鱼肠、纯钧、圣邪，这些都是传世名剑。说得好。除了剑，可还读过书？法、墨、兵、儒、道、农、纵横家、阴阳家都读过。背两句听听。国富而贫之，曰重富；重富者强。国贫而富之，曰重贫；重贫者弱。这是《商君书》中的。正是。你可知何意啊？国家很富强，需要照穷国的办法治理，这就是富上加富，国家就会强大；国家贫穷，需要照富国的办法治理，这就是穷上加穷，国家就会被削弱。好，这孩子好，比你们都强。这才是我们大秦的男儿。这些年你在邯郸受苦了，坐下。正儿，你在邯郸受苦了，于国有功，想要什么王祖父赏你。嬴政不要赏赐。还是赏给阿母吧，阿母吃了许多苦。好，都赏。你也赏，你母亲也赏。王祖父知道你们在赵国吃了很多苦，今日先赏你。就将这柄剑赏给你。大王，使不得。王后，这孩子我喜欢，他是你我的孙儿，以后你可要好好待他。拿着。真的给我吗？嗯。谢大王。可惜没有早点把你们接回来，先王要是见了你，定会更喜欢。子楚，你是托了你儿子的福，带他们母子回家吧，大王也该歇会儿了。诺。祖父。
父好。拜见王后，公子好。免了免了。叫祖父。哎，乖。来，带程角去那边玩去。诺。程角。走吧。慢点儿。何事啊？姐，你看，我要不要背些礼，亲自去一趟太子府啊？哦，为何呀？先前凤姐之命，在咸阳城门口拦阻了赵姬母子。毕竟，子楚已是大秦太子了，为我族日后计，也没有必要与太子翻脸，不是？你说的有几分道理。你呀，你平日多用点心在国事上替大王分忧，不要老把心思花在这种事情上。诺。大王已经准了，丞相的位子留给你。谢谢姐。主任，阳泉军府已经开始庆祝，说是新王继位，阳泉军便会被任命为丞相。哦，先回去吧。诺。夫人要当面感谢先生。太子、夫人，阳泉君到访，快请。诺。阳泉君，公子上啊。阳泉君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哦，本君近日特意来拜见太子与太子夫人，也顺道问候公子啊。前几日你还将我们母子拦在咸阳城外，不让我们进城，今日怎么想起来亲自登门拜访了？前日是前日，今日是今日嘛。啊，原来我大秦的官员都像阳泉君这般前居后宫，手鼠两端嘛。你恐怕还不了解本君，倒要请教一二。本君乃大秦之封君，当今大王的内弟，王后的亲弟弟。原来你这爵位是靠你姐姐得来的呀。小子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太子之子就敢如此放肆。告诉你，不日本君将成为大秦之丞相，就连太子也不敢对本相如此说话。还没当上丞相就自称本相，如此厚颜本公子倒是头一回见。再说了，就凭你还想当我大秦的丞相？野种，你这赵国来的野种。你说甚？别跑。上一次聚在一起有多少年了？太子、夫人，不好了，公子出事了。出了何事？公子在庭院中练剑，与阳泉君发生冲突，要拔剑刺死阳泉君。啊！我去看看。哎，我去。
他只听我的。府内之事你不熟，还是我去吧。这孩子野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该有个父亲管管他。你跟先生稍坐。吕不韦，你好歹毒，居然为了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，将我和正儿置于死地。你没想到吧？我们能活着到咸阳。夫人听我说，当时太子生死一线，确实没有万全之策，才铤而走险。不过以此时结果，不失为上策。我不跑，等你杀死我们。有种你别躲！太子，太子，住手！让开！嬴政，你想害了全家吗？无辜杀人，心烦不容。把剑收起来。先告辞了。来，你杨全军，太子，此次一定要严加管教呀，要不然会出大事。觊觎太子之位的人真不少。与夫人一同进城的公子熙，当年为了争夺嫡子之位，赐了太子一剑，流放边地。有这等事？嗯。当今大王生性温和，王后手段高明，其势力在秦国根深蒂固，事事要求太子听他的安排。不让夫人回咸阳，是他。我和正儿在赵国受人欺负，怎么到了秦国还要受人欺负？我今后绝不能再让正儿受气。那个王后，如果她敢对我们怎么样，我绝不客气。为了夫人和郑公子，还是不要招惹王后。无论如何，我与正儿在咸阳，除了太子，就只识得你。当初是你把我送与太子，如果我和正儿出点什么事情，你不能不管。诺，以前的事儿今后就不要再提了。大王赐你这把剑，不是让你用来杀人的。
晋王剑有何用意？难道你还不明白？你说的对，可你没资格教训我，我也不想听你教训。正儿怎么样了？没事。是他的错吗？不是他的错，只是正儿与我甚是疏离，看来他还是不肯原谅我。那你也别怪他，这孩子从小没有得到你的爱护，在赵国日日受人欺辱，他心里还难过呢。先生，以后还请先生多多教导正儿。可是不为，先生。小公子还记得我呀？先生的相貌嬴政记不大清了，不过先生的手段嬴政一直铭记在心呢。此话何意呀？当年你为了保全我父逃回咸阳，把我与阿母弃在了邯郸，怎么才六年先生难道忘得一干二净？忘不了，忘不了。此事若换公子该如何做呀？彼时我尚年幼，不过今日想来，当时的确是非常惊醒。如果是我，或许亦会如同先生所为。不为有父公子赔罪。不必，先生救了我，也救了我父。若没有先生神鬼手段，就不会有今日大秦的太子，更不会有嬴政归秦之日。公子胸襟四海，今日有何打算？先生，嬴
正待你归秦了。岳兄地下有知，他可瞑目了。还没有对燕战士的消息吗？还没有。这两日，国内但有对燕战士的消息传来，即刻报我。此事重大，不可懈怠。诺。前面那一带，大概就是赵相所住的馆驿。丞相，燕使为何坐于秦太子车上？难道秦太子迎接燕使入咸阳？巧啊，平原君。太子。平原君此次入秦，舟车劳顿，甚是辛苦。若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吩咐管城即可。太子客气了。老夫此次前来，一是为参加秦国国丧大礼，二来嘛，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，就是代我王与秦王和谈，还望太子尽早安排我与秦王见面为好。待国丧大礼完毕后，我即可安排平原君面见我王。多谢太子，告辞了。哎，有劳先生久等了。我带先生去咸阳其他地方逛一逛。父王，山东六国使臣已齐集咸阳，大丧可以举行了。举国之哀，行国丧大礼。诺。
先王祭，功业振世，谥号称昭襄。法以时而定，制令各顺其宜，兵甲器备各变其用。臣古曰：治世不依道，变国不必法古。先生，公子，先生迟到了。未到卯时，何以延迟啊？我与先生约在卯时。便是指卯时出，所以我寅时末即来此。公子何故如此？庄子曰：“是莽苍者，三餐而返，复有果然；是百里者，朽冲凉；是千里者，三月俱凉。嬴政欲行万里，岂敢懈怠乎？”欲行万里，敢问公子之志？今日是先生教我，嬴政先请问。先生志向是何？不为今生所愿，唯有竭尽全力辅佐明君，使大清成为天下霸主，六国臣服。若能助大清一统天下，今生死而无憾。如此，先生之志，区区太子傅怎能装得下？先生该做大秦的丞相啊。那公子之志在何方呢？嬴政欲穷毕生之力，让天下所有人都过上安宁的日子。公子有没想过，如何实现？灭六国。天下宁一，只有天下成为一国，就不会再有战火，
不会有抛妻弃子，更不会有生灵涂炭。老将军大胜燕军，擒杀立父，扬我大赵国威。快将战事细细说与寡人，我军是如何大获全胜的。报。禀大王，赤候星夜来报，代地大捷，岳胜将军击退进攻代地的200000燕军，俘虏燕主将，轻擒。大胜！快快呈上来。燕贼小儿，自不量力。以少胜多，我赵军威武。恭喜大王。即刻命人将胜燕之讯传给在咸阳的丞相，命他即刻归国，不可与秦立盟。诺。太子，太子复到。臣拜见大王。太子父也到了。是，太子父正巧与儿臣在一起，正好可以出谋划策。你们来先看看这个。廉颇大败立父兵马，此消息绝不可让平原君知晓。对，父王，此消息是何人传来？蒙骜派往浩邑的探子。儿臣这就去叮嘱上将军，绝不可走漏风声，还要戒备咸阳各处城门，以防外面的消息传进来。儿臣告退。太子莫急。母后，封禁消息确实应该，但如果做，就要做得缜密。母后的意思是，杨忠令姚鲁道。大王。王后，即刻将这寝宫之内所有的四人侍女全部关押起来，未得我的命令不许释放，也不许他们与任何人接触。诺。王后，我等未犯错。来人啊！王后，带走。走。太子，去找蒙骜吧。再命咸阳令严守城门，为秦国苟应者一律不许入城。诺。平原君那里，你去告诉他，燕使求大秦同时对赵国用兵，大秦是否答应，就看他平原君的决定了。儿臣知晓如何处置了，儿臣告退。去吧。王后的杀伐决断不在男人之下呀。正因如此，先生当丞相之事，若得不到王后的支持，恐难实现。如此说来，老夫若不应允割让六城与秦，
秦国就要出兵助燕攻赵。如今赵燕交战，我大秦不想趁人之危，只想要回本该属于大秦之六城。哼，你当老夫是三岁孩童啊，几句话就要让我割让六城，六座城池啊。赵相信与不信都无妨，昨晚上将军蒙骜还对我说，不希望你答应大王之条件，如此我大秦瑞士便可出战了。赵相也知道，近年来大秦未用兵，而我秦国将士只有征战才可立功受爵呀。